呢科目嘅课板唔错，唔错唔错，系唔系啊？我都话啦，大家熟络啲，睇嘢一致啲，以后大家合作愉快，订单一张接一张，开会连饭局，一场接一场，一场接一场，有位。呢支白盐真系唔错，抵佢炒到咁贵噶，真系饮一支少一支。好酒咧，份验收文件准备好啦，签名。验收文件，签名。我家私材料同埋货品都未验，好似唔系咁好啊，就咁签。切，验货都系循例啫，我哋合作咁多次，边有钱拉你拖噶？不过今次船期紧咗少少。你快啲签嗰份文件佢，咁批货咪准时落船，准时运到咯。唔系咧，就咁签好似唔系咁好嘅。你唔系唔信我啊？信。签啦。射佢，捞，射，射，继续，冲啊！哎，有冇搞错啊？咁都唔入。唉。喂，乜张凳我哋公司出噶？其实关于呢、這个，根据《防止贿赂条例》第九条。任何私人机构的雇员如果未得雇主的许可，因为索取或者收取利益而做一些与这个雇主业务有关的事，就已经是触犯法例。